关注理想中医，关注生命健康。本号所发方剂以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医嘱为主，文中方剂仅限于学术交流，患者应在中医大夫或中药师指导下加减使用，切勿自行套方，免出意外。基经八脉病变的诊断，经络学说以做归纳，督脉、总督诸阳，统领全身经脉，病变为脚弓反张、脊柱强直、癫痫、惊风、聚集、任脉、任受诸阴、诸阴之海、主胞胎，病变为疝、白带、月经不调、不孕、小便不利、遗精、阴中痛、冲脉、十二经之海、血海、肾患十二经气血，病变为月经不调、不孕、流星性产星性、气急、腹内绞痛、奔臀气、带脉、属诸经，病变为下肢微软、腰腿痛、腹满、白带、腰软无力、阳交脉、主左右之阳，病变为失眠、癫痫、足外翻、阴交脉、嗜睡、癫痫、足内翻、阳为脉、为络诸阳、主脚，病变为寒热交作、外感热病等表症，阴为脉、为络诸阴、主里，病变为胃痛、心痛、胸腹痛等里症。八脉病有两大特点，一是久治不愈的频发痼疾，二是定时发作类病症。青叶天使临症指南一案对八脉病变有独特的成功经验。金光贵之家贵汤是本屯症冲脉病变的特效疗法。波神中医学校已故文碧晨老师所创本屯堂是通治八脉病变的特效方剂，并且本书的是本屯堂之验录，清代得配本草，并归纳了八脉病的用药规律。现参者笔见，简介如下：督脉黄芪、附子、肉桂、细辛、鹿茸、鹿角胶、鹿角霜、石羊脊髓、紫褐车、鹿涎草、枸杞子。督脉统诸阳，更具总督全身经脉作用，故凡入督脉药，可通治阴阳的经病，去补五脏元气、元阳、元精效用。其中治动物药，号称血肉有情之品，主补五脏，为治其经病要药。任冲脉归鳖甲子石英镇冲药药断用，王不流行。八戟、香附、川芎、当归、苍白术、吴茱萸、枸杞、丹参、带脉、乌贼骨、茜草、当归、白芍、川段、龙母、艾叶、河车。此外，肾为先天之本，治八脉不效时，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加肾四味，鼓舞肾气，统帅八脉则病愈。气为血帅，阳为阴根，重用生芪100克以上，以气统血则八脉的阳，重用附子100克以上，又是八脉病变中沉寒固冷、危急难症的不二法门。由于八脉空虚，故补八脉用为鸭子的方法，甜。若脾胃虚衰者，又当先健中气，待后天健旺，可以运在药力时，是可进补，否则滋腻伤脾，胃气已败，百药难施，几经病变的几药方法，当按心发病解律，提前两小时几药，可收治半功倍之效。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